我是樊登语录的设计师啊，我叫宋之凡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品牌，像这一台就是削皮机、压底机、研磨机，啊，那一台是 Switch。有看到了。我回来基隆大概两年，原本我在台南，我是在那时候在台南学手工鞋，我跟过两个师傅。那我第一个师傅为什么没有了？是因为他欠钱，他欠钱之后跑路了。对，他跑路之后，那他的工作怎么办？那我就把自己拿下来做，可是做了不是我拿钱，还是那个师傅拿钱。对，可是在那段时间就是变成说你会进步比较快，一般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说师傅不愿意把所有步骤放给你做，那他跑路之后，那我们有印象怎么做了，那我们就拿来做，那做一做就慢慢进步。就所以那个师傅其实算你的贵人，那贵人他还跟我借钱。我在他那边做的时候，常常会有讨债集团看到他，帮我跟他说还钱。对，我从小在基隆长大，在基隆差别就是有政府的资源。对，我回来我第一笔就是有申请那个创业补助。对，那还有一些就是政府的活动，他会带你一起去参加，比如说旅游展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找基隆，然后就把你带出去。然后为什么会改成樊登语录呢？是因为也是基隆，他们请专业设计师来帮你做改造，改造你的整体形象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，然后就是利用一些基隆的资源啊，还是什么。那你觉得目前空间使用都还 OK？ 已经太小了。那如果真的换了一个地方，还是一样要在基隆？会啊，会在基隆，因为能赚钱啊，就是有一些政府的资源啊，有人帮你推广啊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基隆就只有我一个是做鞋子的，那你基隆要买鞋，基隆人就会来找我买。对，那个就是市政府送的金铲子。我结婚的时候是那个用在基隆那个集团结婚。对，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为了抽游轮旅游，你知道吗？结果30个人有15个人会中奖，我们就没有抽中。所以再给你一次的话，你可能还是会选择去集团结婚。可以抽得中的话，再抽不中真的是就不要了，很后悔，就不要了。可以为爱相随到台南，很厉害。没有，本来没有要去，是他一直撸。对，我会。对，他就是希望我过去啊，他超烦，我没有要去，然后他就一直撸到要我去。因为他都常回家，而且他一回家就好几个礼拜。相处那么久，然后每天都这样一起，然后有时候很想有个人空间。我还好。我会，我就很希望他赶快出门，或者是不可以出去一个人。可是如果你要一个人出去，他就说你要去哪里，他就开始。可是我出门，他会一直把我call回来。没有吧？对啊，对。客人来了怎么办？不是有客人，价格明明就他都知道，人家跟杀价，我常常跟他讲错价。有时候我被人卖太平才被他骂，你都没有在算吗？我有在算，我知道大概是多少，都没有仔细算。我自己最宝贝的东西，我老婆。哦，有啊，因为他会觉得。以前就觉得读了大学之后，因为他会觉得我是设计师还是什么，那时候我们就去当工人，那妈妈看到会比较担心，因为那个环境是非常差的，因为我们都要用烤箱，然后烤炉嘛，然后研磨机嘛，要不就是被研磨机弄到受伤啊，啊要不就是夏天台南很热啊，啊有热风枪，你有可能会被烫到还是什么，就说你没有，师傅都说没有纹就做不了，没有纹就做不了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，我倒胶水的时候你们就闻到，一般人受不了。你们等一下可能就有人受不了。真的、哦？嗯。好，好期待。好期待受不了。好期待受不了。先带你看这样跑道。下去，然后叉叉，然后放进去。对对对，你软掉你就放不进去了。啊！我不是在讲那个奇怪的事哦，我是认真在讲。
方向错了。这边很难涂。对，不好涂。我超失败。有啊有啊，现在已经是理想状态了。我是不觉得是成功人士啊，但就是最棒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他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然后卖自己想卖的东西。你会怎么样用一句话来形容樊能与鹿的，就是你们这间店，就是一句话，一双适合日常穿的手工鞋。我们今天有准备小礼物作为交换，要给我们一项物品。下一个卖家会收到你的东西。哦，下一个卖家啊，这一个名片。那我们拿盒子，这样子。来，谢谢。就这样子，我们收走了。好，我们要离开喽。好。